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165面，165面，倒算第五行。对导师者看起啊，导师这两字是经文啊，导师者即引导他人入悟佛道者。十字断结经法，好导师者，令众生累积其正道苦。华修经法，令为人说无生死道，故名导师。这个经好啊，在大乘教里面是对佛陀的尊称，不是随便会当称呼的。这个佛法里面，称呼这些常识，应该会知影，通常在中国的社会，你想这个名词大家都知道，但是现在含义模糊了，甚至产生严重的误会。这两字是梵文音译的，伊个这个意思是请教师，所以啊，这个关系就非常的密切，也非常重要。伊这个学校，佛法确实伊是学校。主持教化的这个人，这个人都是校长。教学的这个政策是伊掌握，老师是伊的聘请，一切老师的教学，拢未当离开教学的宗旨，和教学会当达到最完善的目标。这个所以这个教育就办个会成功未？关系是校长，不是老师，老师是执行，总指挥、总的指挥是校长啊。所以下生就是校长，这个道场只有一个人称下生，一般所讲的是方丈啊主持，这个人就称下生。如伊以外其他的出家人，
会当啊，清黑心，清阿夏雷。中国人有时阵言语啊，也敢话咯。清夏雷，夏雷就是阿夏雷意思啊，这拢是梵文啊。夏雷就是普通的教师，就学校内面的教授，大学内对教授清夏雷。校长呢，则称和尚，所以和尚非常尊贵啊。这个大道场只有一个和尚，无讲真多。现在只是看到出家人拢称和尚啦，这是啊，对佛法啦，这个名词无真正了解啊，真正了解都没有这款情形咯。现在有真少人讲到这个问题啦，咱学到这个所在，就应该都要说明一下啊。所以，佛教是师道啊，伊唔是宗教。宗教内面啊，无一种称呼诶，请教师无一种诶称呼，只有学校才有啊。你学校内面辅助和尚，这个条件，以现在我来讲，这个就是学校校长，伊真正是请教师。另外一个也会使讲是和尚，直接指导我、教导我。这个人的关系，虽然伊不是学校的校长，伊跟我的关系特别密切。我是甲伊学的。现在所讲的是指导教授。学校内面教授真多，无指导啊，我无上伊课啊，我只称呼伊啊，伫佛门内面就是称伊为夏雷啊。称伊为阿夏雷，就是一般讲的老师啊。直接教导我，这个关系要紧啊，这会当甲称作和尚。所以佛法是师道，你看咱称佛对佛的尊称，佛啊是和尚，是咱真正和尚，唯一的和尚。佛啊。称为这个导师，所以导师是对佛的尊称。另外一个称呼称大师，大师不是随便称呼，大师是对佛的称呼。在中国的传统里，这些出家人，他有很大的成就，但是也不能称大师。伊伫即个禅嘛，有成就称禅师。教内面有成就诶，称法师。东大三宗，讲下多闻，东大三宗，就是翻译即个经典诶资格。咱呐，甲称为三宗法师。拢是用这种称呼，无甲称呼做大师的。那伫过去呢，帝王改封号，这通常啊，那咱称为国师，那迄拢是封号。方向的老师国王大神接受伊的指导，接受伊的教诲，成为国师啊。通达经论呢，成经师、论师；通达戒律呢，成律师。也会称呼，拢嘛受尊重呢。经律论三宗通达同款的，是安尼先称呼。
净法师、净道啊、法师、大法师，这是对伊的这个尊敬啊、敬称啊。所以，这个常识啊，咱拢爱知影。净法那是讲有错误的，迄都是外行啊。在这个国的无共宗派内面，就下有成就的人，同达这个一宗。啊，也拢甲称法师，这个习惯上咱拢会看到。可是呢，回到净土宗的祖师，习惯上称为大师，其他宗派内面祖师拢无这款的称呼，为什么？大师是佛啦，即个大师，伊也会当真正的引导人入佛道。你这个、你是开悟啊，还有这个能力啊。帮助人信解也不用你，帮助人努力才会用你啊。这个人才会当称为大师。为什么净土宗称大师？这也是有道理的。净土宗这会修行人，伊会帮助学人，就是学生啊，念佛往生净土，生净土就成佛咯。那个来替代我修学正果，都嘛是同款，尤其经典上讲个遮清楚。天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该做阿惟越地菩萨，这不得了了。阿惟越地就是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的人咯。伊超越十法界，伊生到诸佛如来十部众生土。所以净土宗的祖师啊，祖师称啊大师。咱啊，一般你看称印光大师、慧远大师，这是佛门的一个习惯。咱啊，应当都爱啊了解啊，大师绝对袂当讲随便的称呼呀。但虽然真正尊敬伊，恭维伊呀，但是唔通结婚。那中国人讲礼节啦，节爱有节度呀，未使超过。请大师就超过咯。家己啊，当作佛来看待啊，甲佛的地位平等咯。这是应该都爱啊，知影。十字断戒经讲啊真好，好读书者令众生令众生类时机正道，众生类啊就太多太夸了啊，十法界众生有能力来帮助因。教导因，时机正道，这个正道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
这啦，合作读书啊。华修经内面讲，因为人说无生之道，故名读书。无生死是大般涅槃啊。拢是帮助众生超凡成圣，那是啊，转迷为悟，也系转凡为圣，即款的人才能称作导师。佛不闻经曰：大导师者，以正路是涅槃经，经啊是一条路，这条路是通往涅槃的，是的，无为上落果啊。下面有一个注解啊，无为即无为法，上落即上落五境，那就非常明显了。在《华严经》上是四十一位啊八心大师的境界，会教人证到八心大师，这个人称为导师啊，称为大导师。由真解法导师行者，金弥陀世尊平等因接啊，无所为过啊。由大导师者，金弥陀世尊以本愿因接我行，真解完全是以经中来讲的，这是无量寿经注解顶面讲的，导师行者，即弥陀世尊平等因接无所为。这个所在注重在平等这两字，连着下面大道师者，阿弥陀世尊以本愿引贴五行，你看头前讲的平等引接无所谓啊。五行呢，是讲人行、天行啊，这两类啊，这两类呢，通常是讲以做人天修果，或者是人天行，连修果都讲未着，为什么无出离六道轮回啊？行文言讲是修行，通常讲行文啊是修行，言讲是中行，菩萨是大行，就是五行不法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导师能力令一切众生应定得度，这是阿弥陀佛在做一教，一般人真正是做未到啊。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接引一切众生。下面念乐
甲咱讲啊，古今本书言说本经啊，本书是释迦牟尼佛啦，伊啊是咱根本的老师，所以咱甲释迦牟尼佛的关系，就一定要创好清楚师生的关系啊。佛是咱的老师，咱是伊的学生，所以自称为弟子。这个称谓呢，在中国古代是非常的讲究，因为伊是礼节内面啊基础的一环，袂当称呼错。啊，咱对任何人谦虚都是称呼的名，这是鼓励。现在人拢真侪拢唔知影，比如咱看到真侪在我的面前呢，或者是讲写文字给我，自称为佛学，自称为有学。这拢未用呢，应该称什么？称名。我对中一辈的自称情况，对父母也是自称称名。称名是最恭敬呀，最恭敬、最谦虚的。我学呢？在必备当中啊，是一旦称呼，但是也是称名较好。这是啊，最恭敬的一个称呼。那对大众，一般会尊称称贤弟子，佛经上的贤男子、贤女人啊。咱啊，中国一般称大德、称仁者，这拢嘛真好，拢是佛经上的称呼。大德、仁者，拢是对有法师、阿罗汉的尊称。这是普通的理解。现在文殊世尊演说了本经，这是诸阿弥陀之所行呀。阿弥陀佛之所行，无别项，在西方世界实现讲经教学。这些代志，咱哦已经珍惜了。因为什么心得多，伊啊就现什么心。众生品类无济啊，程度差别的真大。佛菩萨教化众生，克己克利啊。一句就是讲教学的内容，适合学生的程度。学生的程度浅，你袂当讲太过深，伊听无啊，听无。学生的程度若真悬，你讲浅，伊袂满意。真正是得爱拄拄啊好啊。伊听到才会欢喜啊，伊才会有信心啊。这个就爱真正真实的智慧，无真实智慧，无办法关机啊。伊一个看就知影你的根性，若讲知影你这一生
伊知影你过去清清细细，你是咧学啥物？你阿赖耶识内底有啥物款经济？伊拢知影咯。眼前即个时阵，你甲你讲啥物物件呢？阿赖耶识，你系经济会去现形。去现形就是帮助你悟的嘛，这是啊，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代志啊。切记，切你呢，颠倒是比较较容易。你是什么呢？诸佛如来之所证到呀。咱伫咧经教内底。学习的时间长啊，所以深入经中，对你未迷失啊。但是观机这是啊，真功夫啊，真正不容易啊。世间法也是教学的经验，总是比未着有修啊、有精的人。一种关机的功夫的得力啊，总比袂掉因啊。所以众生那是讲有缘拄到佛菩萨，拄到佛咯，拄到菩萨发心菩萨，以后是无迄个未开悟啊。啊，咱一生都未少，是家己业障太重，绝对唔是讲甲佛菩萨无感应，咱求佛的迄个心，念头一动，佛菩萨就接受到咱的信息了，伊就来帮助咱。那为什么不见不闻呢？这是业障啊！过去张家大师跟我讲这个代志，业障消毒，感应就现前，众生有感佛。一定有用啊！那那明显的有佛菩萨加持，就是显感，那未用的道理呢？咱家己的缘成熟，虽然也无这个念头求佛，那个明感佛怎样，也会来给你实现啊！也甲你引导啊，你爱福联大我，你唔是有心求诶，五年呢，那像真五年呢，其实并无五年，你也是敏感嘛，佛菩萨显应，应将是安尼讲诶。咱伫历代遮个祖师大德个言辞内面，因个著述传记内面，咱会体会到即个事实真相是真个毋是假啊。因此，咱就知影咯，贪图业障是修学重要的方法。咱这一生所以学个这样困难，是不是讲伫这一生，甲方向目标拢创错了？
去卖着咱的需求，希望的果报啊，拢是业障，障碍咯。所以一定爱学遐个真正修行的人，每天啊，忏除业障啊。咱家己唔知影，地藏经上啊，啊讲地藏经上讲啊真好，念菩提众生，讲咱这地球上的众生起心动念，无不是罪啊，无不是业啊。伊讲的话，咱会相信未？宁静细心去甲体会，你知影伊讲个啊，一点啊无错啊。咱啊起心动念，伊何拢是落伫贪嗔痴个内底啊？这叫善毒啊！起心动念甲善毒相应。那不是罪孽呢？地藏经讲了无过分啦、啊，如果这个念头，那在明明利用。我要六点，哎，就是贪嗔啦。我得到了贪心，无得到的时阵有万分啦、啊，有嫉妒啊，真灰心啦、啊，美丽不觉无期啊。啊！伫静中，什么叫觉悟？果然，对一切妄想杂念都啊下去咯，与心动念拢甲阿弥陀佛相应。就是一句很好，这个人啊，真正感冒了。为什么伊啊一心一意无第二念，只求往生净土、清净弥陀啊？这个人虽然无亲入宗门教下，一种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也好过呢啊，也。结果啊，甲明心见性遐个人有离有别啊。为什么？伊叫往生啊，伊真正往生咯。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阿弥陀佛菩萨咯。阿弥陀佛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这个真觉悟啊！咱今仔日去。靠宗门教下来教我难，真正不容易啊！宗门啊是天我大彻大悟，教下是大开眼界，对呀、啊，经教来对呀、啊，得到三昧，有化缘的呀、啊，得到化缘三昧，有法华也得到法华三昧。那伊行的就是该定慧的这条路啊，真困难啊，不是大家人拢做得到的啊。修行的人多，得道的人是真少啊。宗门教下拢无例外，
唯独正宗泉州书生。所以这个法门得到世尊的赞叹。世尊为咱开眼啦、啊，这部啊大经。十方诸佛赞叹这经啊，帮助咱信解发愿修行啊。这种恩德是无底比的啊！这次世法的台面拢无底吹啊！这个法门经常讲的最圣之道啊，无底比的殊胜啊！最新之道就是念佛往生，为什么呢？这才会当啊，真正普遍三根啊，远离五行啊。功劳是为唔止五行，连地生如鬼地狱，拢会。拢会因为这部经、这个法门，你得到啊！你得到不是平常得到，一生成佛啊！这么多年来，我也有遇到一些聪明的人，一般人说是灵媒啊，这些人也不是说完全迷信，他们参加我们的这个三时合念，他有能力看到咱看袂到诶，天道诶众生，欲盖天呢，亲像四王天、琉璃天，这真容易看到；鬼道诶众生、地狱道诶众生，有时阵来附体。我相信迄毋是假，因透出的信息，甲咱讲，即个法师确实有效果。咱也应该用真诚心去做啊！中国人讲甲真好，一个总的原则将握着，诚则灵啊！古人的祭祀，你看祭祀以前三天就斋戒沐浴啊，为什么呢？真诚恭敬啊，伊就感应啊，祭神如神在啊。咱做这法事，如果主修法事的人真诚恭敬，就会感到道场的殊胜啊。这些鬼神真正有往生的，那这个法门利益就不止五行了，要有吉星道、天道、魔鬼道、地狱道，因拢得到利益啊，但是少啊，
哆嗦，哎呀，几道众生去踢死倒去咯，那人都来咯，然后一关去天道的啊。这个拢是真实的利益啊，所以净宗法门已称为最圣之道。净言说法，无上菩提是最圣道。无上菩提是圣佛之道，净宗这个法门是直接教导咱成佛的，一生当中决定证到无上菩提、无上啊正定正觉，所以啊，称为最圣道。一切众生，一切五缘众生，拢总拢会去证到，这太稀有咯。条件呢，就是三字：心、愿、行。往生就是证啊。佛来接引，往生那就够正果了。可是信愿行啊，这三字啊，拢是无容易的。看起来那像是真简单，无几个人真正会相信呢。有几个人真正的发愿，咱看到了，真心真愿真行的人，在大多数三年就成就了。古人，咱两星段内面看到啊。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，今年呢，现前修行的人，咱细心去观察，有啊，四界啊拢嘛有。只是真少人宣扬啊，甚至讲都一个道场都拢有啊，真正咧做诶人，真正咧做啊，伊未宣扬啊，真做诶人非常谦虚啊，拢感觉家己无论是伫道行。你的修持的性格都不如别人，真谦虚啊！可是走的时阵有滴时机啊，真多拢无变苦呀，无积而终啊！走的时阵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家己身边的人，伫四边的这些人，大家讲，我来接应咯，我要来去咯。
免得当客人。你真努力，好好修行，将来的极乐世界再见。在香港，南希腊法师常常有在讲啊，医生亲身去都看到你，在早年的时阵，阿尼宾吉罗斯修无法师，这个故事，你好法是公事公案，就是你啊。在谈论的传记的里面，影片背后录里面记载个真多啊，老法师啊。一生亲身去看到的，亲身去参悟的，修无法双生，那个时阵，老法师是耶罗西的主持，耶罗西是依起的啊。就场啊，起好咯。伊老大人请伊个老师德涵老和尚，伫迄地开一堂戒，请德老法师做德戒和尚，一个发挥一个话个，修不输。三年出家，来到戒坛的内面来讨一个义工。迄个时阵是定西法师，以后拢伫咧香港。问伊讲，你会做甚物工课啊？修法师讲，我希望啊，会当有一个机会，好我伫戒期当中照顾化病的戒子，因为人真多啊，像讲感冒即个小病呀，需要人照顾啊，当然好代志，所以就甲留落来咯。伊也毋捌字，无读过书，无出家以前，伊是做。土水师二小工，出家了后，伫寺庙内面拢是做粗的石头，别人无愿意做，伊去做。啊，念都念完啦，但是啊，伊有一个好处，一心念佛。转念阿弥陀佛，工作真勤快啊！伊来叫了些时间啦、啊，无偌久啊，咱就是十几工，伊去找老和尚咯，就是南无法师啊，去找主持啊。甲伊啊，过假。咱都就真奇怪，啊，咱这个阶段还未结束啊！啊，你发心来做义工，那会讲就会退道心咯。有甚物要紧的代志，伊就讲咯。伊讲我唔是办代志啊，我要来去叫世界啊。老和尚就听，
啊，你有滴洗衣机哦，有洗啊，来去偌久，较毋免十工。啊，伊就真重视啊，应世法师也是感觉啊，真正殊胜难得啊。伊要求还准备一个房间，准备一点仔茶，王先了通黑话，请几个同参道友来去送伊，帮助伊助念，老医生拢答应咯。好，阮替你准备，到第二天过来找老医生。老医生，我明仔就要来去咯。哎呦，就赶紧退一班咯。啊，真正，你真正走去，唔是假啊。接款啊，坐伫遐走呀。一路迄时阵，滴改回想，伊阿哥阿未到位诶。来到王星咯，你都来到地了后，看到这情形，非常赞叹啊！这家人啊，真多确实，这有名的大法师啊、老和尚啊，拢甲伊啊未比的啊。伊是因来对啊，是无人看有气。伊是一个真正受苦行的人，是因来对最困难的代志啊，别人拢无愿意做的代志，伊去做。一刚到暗，就是一句佛号。三年成就了，像这种的例真多啊！在家的动手里面就不卡多了。大部分拢嘛是唔捌字的，即个阿公啊、阿嬷。因为成就悬啊，所以咱看到、听到咯，心内会记哩，绝对唔通轻视这个人啊。因是秘密底下咧修，咱无看到，这个秘密是啥物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真正做到来世之菩萨教导，多念六根，净念相继。伊六根未向我攀缘呢，这为安怎讲？伊无自私自利，伊无名闻利用，伊无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。只知呀，以相助为大众服务，希望会当做个尽善尽美，和大家拢欢喜，用这个来供养大众，修福啊，真修福啊，福慧双修啊，一句阿弥陀佛不敢断呐、啊，修慧，你每天在创新，每天福慧双修。两三年的时间，伊功夫成就了。你看，伊去个自在，行个遐潇洒。把咱做实现呢？哎呀，一个走，如来三转法轮，伊也是做正转。伊未讲经，伊未说法。也唔知道要安怎去度人，
伊啊亲身啦，甲咱做证明，这代志是真诶啊，毋是假啊。啊，修布师走诶时阵，边啊真正有十几个人甲伊啊助念，看伊走去咯。因甲修布师讲。伊讲啊，古来这大地功夫成仙，自在往生，拢爱留几挂诗啊，留去记乎阮做纪念。伊讲你也袂当离我，就有事就甲讲咯。我毋捌字，毋捌读书，我袂做诗，也袂晓做记。不过我有一句话要甲恁讲啊，灵说。不能行，不是真智慧啊，你就走去了。然后这句话，对韩老师听到，在场的人甲伊讲，真佩服啊。所以这个法门称为啊是啊最圣之道，是真的啊，不是假啊。这个法门甲咱一生证到无上菩提啊，如会所说法。无一切世出世中，无有伦品。这伦品是讲同类当中，会当甲伊是比的无啊。无论是宗门教下、天教、密教。念佛法门确实是第一，会当讲啊，伊无任何条件，你看到遐尔简单，你一点未怀疑，深信不疑啊！你发真正的啊大愿，我这一生什么拢无咧求了，只求往生极乐世界。你看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西方，一个目标极乐世界，一个愿望清净弥陀啊！你看到是这简单，行是什么？六利方明，正念相继啊！这个念叫正念，为什么无怀疑？无夹杂，这叫正念。半信半疑，念佛的内底佫夹杂着真多妄念，这就袂用你咯。为什么有杂念？因为啊，因为你有怀疑啊，因为你无放下，你是无专啊。如果个人你都是这个方向、这个目标，其他拢无爱，拢放下。你来讲也有夹杂的，你不可能咯。那一心清念都是正念啊，你离心都心清念，念头也个想别行。所以你念未清净，这个法门叫做净土。心净即佛土净，头先都爱讲清净心啊，唔准你有杂念。哇，这生来到这世间来，拄着这法门，无拄着这法门唔知啊，而真正是无福啊，拄着这法门，
拄到这个经典，讲啊，遮清楚，遮明白，我若袂当讲依教奉行，迄个毋是，迄就错过咯。玄道大师甲咱讲，这个法门叫万修万人去啊，一个都未老去，这话是真呢？玄道大师，你日本有真侪人咧讲伊啊，是阿弥陀佛再来啊。中国古代时阵有这个传说，我去日本访问，问日本这净土宗的大德因啊，讲恁知影这款代志无？因知影，因相信啊。日本人啊，对玄道大师非常的尊敬，真侪净土宗的寺庙拢叫做玄道寺啊。所以你看到玄道寺，那就是净宗的道场。啊，万修万人去，是阿弥陀佛啦，亲口所讲的。玄道是弥陀再来，不是弥陀亲口所讲的呢。咱敢未相信呢？真做啊，都是真心。你看真心无认真去做，信愿啊，有问题啊。这是啊，较早张家大师甲我讲，伊老大人甲我讲啊，不发敌人行医啊，你未当个真正去行，你智商有问题，你讲无在行在低啊。这是啊，俗语贴合上的问题，敌人行医啊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啊！所以咱的信心为什么啊，遐无遐坚定，关心也无坚定。那么真想啊，咱就想讲过去啊，这个大德，迄款的亲身切愿，那变怎呢？都学经教啊！咱的心即会真啦，愿即会切啦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刚经说法，为什么呢？咱呐渐渐的去体会到咯，无非就是要帮助咱真心切愿啦。这是性格啊，后面行政是咱家己的代志啊。老师帮助咱的就是讲帮助咱真心啦、啊，真正明白咯，理解咯。然后咱啊，对行当中去求证，这个法门。你命中的时阵，不来接应，这是正啊。所以改真正是头咯，真聪明别咯，人家真正轻放下，无创清楚，无创明别，放下太困难咯。世间法咱放袂落，佛法也放袂落。佛法放袂落是袂用的啊，袂当炸去的啊。我这经常讲啊，真好啊。佛用比如来讲，佛法何必计多？计多爱准啊，
去渡船啊，或是用竹排啊来做比如。你坐起去了，你学习佛法了，就等于讲坐着渡船到对岸，你要落船才会用呢。你无落船，你要安怎到对岸？你若想要到对岸呢，爱甲佛法断掉，伊毋是真呢。所以金刚经上啊，讲啊真好，法相应下，何况非法啦？啊，法是佛法啦。你学得够较多，你拢会该放下，你拢会该下掉。何况这个世间法，这出世间法啦，拢总拢放下，你才会当啊，你才通行啊。啊，佛法好无？净宗五经一论啊，好无？这是什么？这是阿弥陀佛大众生的大愿尊啊！那学生啊，像背上尊咯，时时刻刻啊，你拢爱知影。我放下时阵就到彼岸咯。到第个时阵，这个拢总爱写。最后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啦。现在明白咯，真创清楚，创明白。我都现在就来做啊。老前甲诸位同修讲过了，心内底只有阿弥陀佛。看一切人事物拢嘛是阿弥陀佛，六根接触的六尘境界，内外拢嘛是阿弥陀佛啊。有阿弥陀佛啦，啊，把行弄都放下。功夫啊，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来练，历史练心啊。你工作的时阵来练，你台里接不的所在来练。你这里面最重要的，就讲我放下。对未接到这个心是我。哇，放下的是什么款现象？自私自利的念头断去了，无了。这个念头若断，原本利用自然就无了。若有五欲六尘这个贪念、贪嗔痴，拢懂就无了。所以，念佛往生的人。因生到极乐世界，得到啊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得到阿弥陀佛菩萨财物咯，有道理的呀。通常人咧讲，佛菩萨对咱的加持是相对啊。咱有一份功德，伊加着一分；有两分功德，伊就给你加两分。啊，咱家己所修的一定是成正比例。如果咱的心内所有杂念拢无了，只有一句佛号，虽然无开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佛力者加持代替大悟，明心见性了。要生到一套呢，十宝庄严土啊，凡夫生十宝庄严土啊，那叫难生之法啦。
你其他法门内面修行，你偌困难呢？爱断见思烦恼。你这个法门内对你，只要把阿弥陀佛抹掉的，其他物件放下，你就得着了。所以这个法门称之为最圣之道，不为过啊。一切世出世法中，没有论辟是真的，也不是假啊。下面真解嘛是安尼讲的啊，应该话最圣道者。念方性一道，为切方便中无相啊，最胜故。这个啊，古代的啊，甲咱解释的啊，重要啊。山里国公。由最圣道者解脱的，这是大乘法上讲三德必宗啊。诸行来对三德，第一个发心德，第二个呢发智德，第三个下脱德。诸位知影，这是诸行来对本来有的啊。证到三德是什么款人？明心见性啊！华严经原告初住以上，阿弥陀佛讲，一心动念分别执着拢断了，上上观音啊，像释迦牟尼佛。为灵大师这类的人啊，在一生当中真正会去做到顿下顿悟顿静，这款人无在少数啊。何时时间呢？两地无同款，释迦牟尼佛甲咱表现呢，咱知迄是示现，一念之间，顿下顿静啊，把十二年所修学的全部放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做好咱现在啊所讲的知识分子看的，知识分子好学啊，讲学多文啊，学的是什么呢？学的叫做所知障啊。为什么呢？自性内底无这物件，啊，不济无知啊。我这来都无这物件，这物件是什么呢？知识啊，自然对无知识啊，无智慧啊，知识障碍智慧啊。你若无加下去，你就袂当见性啊，你就袂当得三昧啊。就袂当唔知影，两种障碍，一般人拢有啊。烦恼障、所知障、业力障啊。
啊，将来放下，诸行就现前。还没去咯，明日就来咯。明暗是一体啊，你我嘛是一体啊。可是诸行无明我啊，你时阵伊未当现前，伊被障碍着，障碍放下伊就现前。本来是明啊，无明啊。两个高僧先前讲这件代志啊，讲家家佛那就真正接近咯。大汉来对讲明明德，明德是什么呢？如果用佛法来解释，明是不最德，后面的德力呢？德力里面就含着啊，观心德、下脱德，讲会通啊。所以唐文弼讲，佛法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，甲伊一个提升咯，甲华严经拢同款。明德为什么顶面佫加一个名字呢？肯定现在无名了，没了。啊，要安怎恢复明德？啊，明德，明德是本有的。顶面佫加一个名，肯定现在已经未名了，明德未名了。现在功夫啊，修行的功夫啊，都是爱明明德啊。在世法佛法明明德的当中，在一切的方便法当中，念佛啦，是啊，无上最成果啊，就这句阿弥陀佛啦。因为凡夫最困难呢，空有两边拢下掉，太难咯。不是讲自空就是自有。现在佛教人的方法，空有两边拢放下咯，啊，放下就住阿弥陀佛咯。这是办法妙啊！啊、阿弥陀佛是什么都卖管你啊，就是死定了，你就一句阿弥陀佛啦。过年讲诶，但得见弥陀佛就不开悟，你只要一个往生看到阿弥陀佛，你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这个成就不得了了。用这个方法成就的人，以修禅、修密、学教，容易太多了，自信太多了，真正是无办法改变的啊。哦，一片烦恼拢无断的人，在这个一生当中，会完整无上菩提啊！你讲这个办法偌好个啊！所以呢，最先都加下脱得啊！来涅槃经文无上相。真下脱，无上之上，
真正吃团咯。国母双双，那都是最圣意啊，无比这更加殊胜的。所以真盖真良善，何谓妙理啊？因念佛即无上上最胜之道，往生已经涅槃呀。往生的时阵，什么时阵证？马卡斯伊所讲的。你如果真相信，真正会把世出世间法一切啊拢放下，哇！相信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啦！啊，你看到阿弥陀佛的迄个时阵就证到了。你证到了，亲证了。无需要阿弥陀佛本愿为心加持你，这是阿维瓦的菩萨。为什么你啊无证的时阵，好给你加持？哇，相信有真多真多的人，到底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的时阵就证到了。为什么已经啊写得真清气了？这次世法拢放下了，最后就摸到这句阿弥陀佛。到极乐世界一日看到阿弥陀佛，问题拢解决了。这是真的啊，不是假啊！啊，咱这个一生真正是太幸运了。啊，拄到这么殊胜的法门啊，真正是比这生基础所讲的无量劫来有难逢的一天啊，咱拄到了。啊，开经机是无极天做的，这个真好啊，六千万劫难做有啊。咱伫这一生拄着咯，总的关键就在于咱是不是会写。写是安怎写？思想有不要紧。心胸绝对无的啊！啊，思想呢？思想随缘啊，有真好，无嘛好啊！唔通家己啊，放在心内。深深相信啊，一心自在阿弥陀佛，就是讲一心。你啊，诸无上道，你诸弥陀所诸啊，相信诸佛护念，两天显形效果啊，也可能还好什么呢？乐观法师顶刚话讲的，乐观法师写的这个金山瓦布的这个故事，这个主咱同学有找到，咱是真紧的来翻译，伊是这本册。
中央大家啊，你看金山瓦埠的迄个传奇啊，内底无别项，就是这地放下。啊，现在人最贪的就是钱啊。那像金山瓦埠一生，甲钱也是绝缘咯。人穷用伊个钱，第三年要当先啊，你背，伊摕着安怎呢？寄落去啊，可以运票，伊个拆做一团寄落去啊。伊也未破病，有本事消化，真系不可思议啊！无把行彻底放下，一生都是伊啊，身躯所穿迄领衫，其他啊拢无咯。内面小挂裤，外口一领大褂，一生就这样垃圾啊！从来唔捌洗衫，从来也唔捌洗身躯，偌潇洒，偌自在啊！相信的人真多啊，大家甲伊看做是瓦埠啊。什么款的疑难杂症，伊也拢有办法甲你帮助啊，甲你啊治疗。罗观法师甲伊带过四个月。伊甲阮讲，伊讲伊真正是有神通啊！啊，你相信我，伊无规律，确实有一点亲像宋朝的自己讲一款类型的人。食饭嘛无一定，伊甲伊也斗阵。有一摆看到伊啊，食了十八碗饭啊，搁食一碗面，啊，对于大众供养啊，伊将来都无会拒绝啦。人请伊食饭，这人对一碗好。一个人面对一碗饭，伊拢啊，甲伊食落去。一个像拄好是乐观法师坐伫边啊，就甲这信徒讲：“你唔通搁再害伊啊！你看，这款人敢挡会掉呢？”伊话头甲乐观法师讲：“不增不减。”乐观法师听着了，感觉。啊，讲个足奇怪呀、啊！真正是懵然，唔知要安怎。无想着讲也讲一句话，不增不减，也就是讲，食甲无食同款啦。一两礼拜啊，无可以食物件，也是无代志。是这即款人啊。心地清净平等觉，啊，咱这个经题顶面的啊，伊啊全部拢嘛拢做到。伊啊平常修行啊，伊嘛就是念一句好好，伊念一句好好，顶面佫加两字，随念南无阿弥陀佛啦，阿弥佫加只。随念阿弥陀佛啦，随念阿弥陀佛啦。伊呀、啊，进来对个带着真浓厚的禅的气味呀、
而且念佛大半拢伫暗时，声音真大，吵到人拢袂当困啊！换一句话讲啊，伊念佛的声音嘛，四周的大众拢有听到，伊伫遐咧传法啦。哎，对，今大家爱念佛啦。这个故事值得咱来看卖。因为民国初年真正有这个人，真正有这款代志，这不是虚构的啊，这是真实的，拢是甲咱呐来呀做证传的呀。所以啊，这个规矩是非常重要。一定来知影，以念佛即无上上最圣之道，往生必证啊！涅槃呀！有正当念佛时，心作心事啊，当下即是啊，即无上上解脱时呀、啊。为什么说咱平常所以念佛的功夫会浅深嘛？不是用时间久老修行，不是安尼。功夫确实，伊这个一念有顺无？可能讲呀。应念相继啊，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，念念相应，念念佛啊，就是迄个一念是毋是相应？什么叫相应？正念就是相应。啊，世尊菩萨所讲的正念相继啊，正念啊，正念就是啊，清净心。一念相应，但今仔日念佛，念佫较侪，心也是袂清净。啊，咱就是从外道转来是慧啊，但是慧心念佛啊，念无心念佛，所以迄个效果啊，个正念就。差太多了，咱也过是放袂落，也过是咱唔甘这个世间，这个、经常明明跟你讲，有一切最出最中啊，有有而论辟。但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总是牵挂，总是啊放袂落啊。无办法啦，真正放袂落啊！为什么我逐天都在生活？我也够明仔啊，我也够明年啊，你也想太多啦。我安那想呢？我伫头前有甲同学讲过啊，人工大师每工拢想着死。我对这所在有一点领悟，
我每天想着讲，今仔是我伫这个世间啊，最后一天，无明仔载咯。明仔载透早精神咯，安他还佫有一天咯。这是最后一天。绝对袂去想明仔载代志咯，只有今仔日啦。今仔日我应该做什么？应该啊，念佛求生净土咯。其他的代志应该放个真清气才对啊。为什么记啊？一切有为法，妄法泡影。无论是顺境逆境、前缘恶缘，平等的放下。咱回归到正念上界，这个效果就真大咯。为什么？每一念甲阿弥陀拢相应，真正古人讲啊无错，一念相应，一念分啊，心做心思啊。心本来是佛，我今仔念阿弥陀佛，就是咧做佛。我本来就是佛，我现在要做佛，这敢是当下就是咧？所以这个甲禅宗同款啊，原理是同款的啊。中文老师常常勘问学生：“你会向你袂？正宗也袂离我，你会念袂？会念甲袂念，差距啊是真大呀！啊，咱伫日常生活当中。”接触真侪大众，提出真侪问题。这些问题什么呢？拢是废话。而拢是妄念、妄想啊，拢也应该放下。你求净土咯，你还有这么多妄念，你无修啊！啊，我为道场为众生，也阁是假啊！为什么？如果是正念相继，你肯定得到。诸佛如来加持，阿弥陀佛护念，两天显神帮助你处理这些杂物啊，唔免你烦恼啊，一心专念。那嘛相信，唔免三年你成功咯，你做婚咯，这个道理会当讲唔知影，经常讲个啊，达理达故是真理啊。心做心事，即句是
正宗的理论的核心嘛。你为什么往生的身份都立在这地啊？下面讲，今日释尊啊，将愿阿弥陀之妙法，故诸有阿弥陀之所住，行阿弥陀之所行，念阿弥陀之所念。故闻啊，诸诸佛所住最胜之道，你哪来学呀？真正修净土的人，一个住，一个行，一个名，这三字啊，住行化他。释迦牟尼佛在这地给咱做榜样，以那里释迦牟尼佛。你演说阿弥陀的妙法，把人来演说，也是表演，说是说明啊。把西方极乐世界性相、理事、因果，详细把人做介绍说明。所以伊啊，住弥陀之所住，弥陀所住住伫倒位，建立缘起，就是住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家己不住阿弥陀佛，伊呀信心都失去了。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呢？咱了解了，无量智慧，无量的觉悟。对理想讲啊。诸佛如来，诸上一公啊，上一公是诸佛所住啊。弥陀当年无例外，上一公是什么呢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上就讲无所不在，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。换一句讲，一切时、一切处，都是啊，上就讲。那为什么未当成就？因为咱有梦想啊、分别啊、执着。所以方经常讲，但以梦想执着，你不能成就。都是这个意思啊。啊，那现在已经会当讲相当的熟了。因为啊，经教的分修时间长了，拢知影讲，如果世出世间一切法未过执着了，那就叫放下，真正放下，就阿罗汉过了。各家分别放下，未过分别了，因啥烦恼就放下了。成菩萨咯，最后不起心不动念，
根本无名也放下了，根本无名是起心动念，你就生无相正定正觉，你成佛了。这个境界的华严经，都是远高初住以上，你这境界。因公经上甲咱讲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啊，无所住，就是不住执着，不住分别，不住起心动念。你生其心是甚么呢？那十法界一切众生，感应道交，众生有感，众生亲像现在无线电波同款，伊也是发射台，伊发出来波，你全部拢接收到。啊，你收到时阵，你会回复伊啊。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发射台，也是接收台。诸佛菩萨也好如是啊，甚至讲佛地大乘经上甲咱讲的啊，正报一末端啊，一报一弥顶。你嘛是接收台，嘛是发射台啊！啊，一模一顶啊！哎，对，拢有圆满的境界。换一句话讲，用现在科学的术语讲，拢有变化界、虚空界。完满的信息，不断地在发射，一念一念拢在发射，一念是清那。八雕分之一秒，一念，一秒钟有偌侪念？一千六百雕，从来都无停止过啊！你想看吗？每一个末端，每一粒微尘，拢总拢嘛是安尼。王观地面跟咱讲的三种周边，连头一个风就发射出去了，周边发界啊！啊，咱的细胞，这一粒微尘，嘛修，不是无修啊！变化界去看界，一切诸佛菩萨的信息呢？那么隆重接收，接收为什么会起作用？没咯，没理不觉，那就起作用咯。没啊，为什么没？头一日就起一个我，而接着有一个我，辛苦找无我，啊，心是色法啦，找无我。心相也找无我，心是什么？就像形色啊，就像形色来对也找无我。根本哪都无我呢？为什么遐尼坚固执着有只我呢？这是六道凡夫未当精神的第一个因素啊！伊未精神啊，确实无我啊。
为什么要执着？五执破了后，菩提道上一帆风顺啊！尤其是严苛这个方法，真正是古人讲的“敬中敬又敬”啊，还是什么“滚路”啊？未挖弯的啊，而且快速啊，是易行道啊，不是难行道啊。咱今仔行啊，遮困难，无别项，就是五执吧。哇，这个执着太严重咯，唔知影讲。身心内底拢无得找着我啊！天地放下了后，你在我现前，唔是无我有啊！上路无尽啊，自性内底是有四境界啊。上是永恒，不生不灭。落的是离苦咯，永远无苦啊，苦都拢无咯。真我，我是什么？我是解脱啦。头前讲的下脱得啊，尾后一字是净啊，清净。明心见性的人拢嘛看到了，慧能大师见性，你看头一句清净，然后具足性本自清净，净德啊。第二句讲啊，具足性本不生灭，上德啊，上啊。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还是还是我还是啊？真正我啊，不是假我啊！啊，后面两句落啊，我无动摇，人生万法啦，迄偌快乐个呀！自在自在咯，啊，这是一切修行大乘的人梦寐以求的啊，非常不容易成就啊。关呢就在烦恼难断，特别是第一关，破心见，破边见。破见处、盖处、邪见，这是头一关。头一关破了，你入门了。啊，成就的早晚，在乎你的乾坤福地一面。啊，勇猛精进的人。因为书生啊，拄到净土时阵，一生成就，达到这个境界了。上中下三军，如为了净土，拢未当成就，啊，就是讲未当出六道轮回。小万六道轮回，你佛法叫小成就，不是大成就。这句意思真深重，
自有弥陀之所住，行弥陀之所行，念弥陀之所念。故闻诸诸佛所住最胜之道。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即句那明仔再再过来学习啊，伊个意思真长，非常的重要。